小宋老师挑战精彩。好的，今天我们来测测小宋老师的手感力水平挑战。现在在你面前有五瓶容量不等的水瓶，你需要在三分钟内把它们都立起来，在限时内完成任务就算挑战成功，反之挑战失败。感觉这个最好立，先立这个。这个怎么这么轻啊？它是不是有可能弹到地下，然后弹起来？更难，2 hours later。 哦，腾哥，成功了吧？啊，还有一个，2000 years later。 哇，我腰疼。真的立不起来。恭喜小宋挑战成功！恭喜宋小宋成功解锁 DIY 神奇的手感。我手感太强了，对吗？现在是宋亚轩的 free time， 我要给屏幕面前的粉丝朋友们发放福利啦！是立 flag， 我要立三个 flag。第一个 flag 就是尝试五个让你们意想不到的造型，比如说我今天这身。第二个 flag 就是打卡五个王牌经典游戏，然后第三个 flag 就是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加油。